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、哦，这个圆呐、啊，这个圆是 x 加一的平方，加 y 减二的平方，等于十。那过这个圆，圆上有一点，这一点是二一。那么过这一点的切线方程为何？那就带公式嘛，二带下来，二加一是三。三乘以 x 加一，那叫多少？那个 y 等于一，带下来，一减二是负一嘛，负一乘以 y 减二，这个等于十。哦，那就是三 x 减 y， 这常数项是三，不得胜加二，移过来减十，减五等于零啊。哦，这就是答案。